开始哈。OK， 我们现在说一下 XG 的 Shooting Star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准备有八个八拍高潮部分，现在开始第一个部分，准备第一个八拍。我们用手在胸前绕圈，好，然后同时给一块五六左腿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时候，准备转七八，转过来之后马上做胯。准备下一个动作，你的左手扶在额头前，像挡太阳的姿势。右手继续握拳，你怎么画圈叫一二三四五六，好，七八的时候，七八，哎，七八是一个左手去摸脑后，右手是往前指，然后给个七八，好，然后第三个八拍我们要准备做 body wave， 手从胸上往下走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八啊，这个是看一下这指，两个手指，五六七八，好，然后我们继续，五六七八，好，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嗯，好，我们连一下前三个八拍，好，五，同时五六七八，一二三。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这是第一部分哈，我们进入第二部分，也是四个八拍，准备五六七八，好，准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啊，然后准备左手翻过来，右手在腰间画小圈，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这样看一下我们的肩膀，首先你的右肩要向下沉，这样画小圈哈。然后最后两个是向左指向右指，然后最后在你的右肩膀啪啪两次，准备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直直啪啪啪 ，OK。好，我们最后往下走，踏踏最后两个八拍，先站好，给个兰花掌，给那个太阳穴的位置，走 high leg position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最后一个八拍。